大家好，本期讲解一个职场社交课黄金实战沟通术，提升口才加沟通能力。大家知道职场里面的口才还有情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这套课程讲解的是21天的社群服务，重塑你的职场社交，帮助提升口才和沟通能力，完成职场蜕变。课程共分为4个板块，大家看一下，包括心态塑造、能力提升、关键人物和关键场景。大家看一下，如果想要职场混得好的话，这套课程是非常好的。课程目录都有详细的讲解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百度网盘的教程内容，一共分为20讲，大家看一下，都有详细的视频介绍。如果想要职场做得好的话，这套课程真的非常合适。想要本套教程的话，还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站，然后搜索标题的部分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职场社交或者是社交课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